来开心贴纸啦。第一个选手是我们的黑皮卡通 Kitty， 仔细看它真的是 Kitty 哦，因为它有一个小蝴蝶结还有胡子的。第二套贴纸它叫 Y2K Girls， 这里边呢有很多日常的 vlog 那种感觉的图片。第三个贴纸这个叫做人鱼贴纸，它里边有八张好漂亮的人鱼，我们昨天做了一版，其实就配个浅色的打底纸就很好看。这个贴纸它叫彩色糖果贴纸，颜色是比较就是鲜亮的那种，看着就很甜。它叫彩色幽灵贴纸，就是有好多好多个幽灵的以各种形式的形态来组合成的一套贴纸，很抽象吧。诶，我又整了一套那个暗黑哥特的贴纸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黑边就挺酷的，所以就是又上新了。这个贴纸它也是有八张，每一个都是由不同的水果组成的，但是里边没有人物。如果你喜欢水果或者喜欢这个颜色饮料的可以试一下。这个蝴蝶结的上新是因为我喜欢。晚上还到了两款 PET 的贴纸，它都是跟面包有关的，就是面包公司里边的两款贴纸，有小猫呀，然后还有各种面包甜品组成。